这包子的颜色也太讨喜了吧！太嘎吼，我是梅森，今天要分享的是位于台南中西区的草包生煎。老板传承古早味，每天坚持手工炒料，再将丰富的馅料包裹在面团中，用生煎包半煎半蒸的方式，让包子底层呈现焦香脆硬的口感，上层松软有弹性。黄色的酒肉穿肠过，是有满满的蔬菜搭配猪肉，吃起来口感非常的丰富。绿色的佛祖流心中，就是满满的蔬菜，吃起来清爽脆口。今天你要选择什么颜色呢？他们家的辣酱也是自己做的哦，爱吃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，拜拜。